静儿，我今天考试得了100分嘞，好棒啊！你是哪一科得了100分？我国语得50分，我英文得到50分，加起来刚好是100分。我不是做牙，是做皮鞋啦。凯恩，你在学校最喜欢上什么课呢？我最喜欢上数学课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数学老师时常请假。